王的女人，谁敢动？作者拈花惹笑，演播一刀苏苏，一种侃侃，后期制作天雪。第226集，皇后这模样简直说不出的狼狈，就连躲在屋顶的凤九儿也差点忍不住不厚道地笑了起来。尤其是皇后吐了一口血之后，竟然两腿一软，差点跪了下去。静妃也看得目瞪口呆的，刚才那一脚可是一点力气都没有，她只是因为心里畏惧成习惯了，条件反射一般往一旁倒去。事实上真的不是因为被她踢的，可笑的是这皇后踢了她一脚之后，又是吐血又是晕倒的，连站都站不稳，这是什么梗？秦嬷嬷和宫女青叶立即过去将皇后扶了起来，手忙脚乱地扶到了椅子上坐下。秦嬷嬷急得满头大汗，传御医，快传御医。青叶立即出去命人传御医，秦嬷嬷一边给皇后拍着背顺气，一边焦急劝道，娘娘奉体为重，不要动气，你伤得不轻。荣皇后却狠狠瞪着静妃，待呼吸缓过来之后立即怒道，果真是你这个毒妇，是你给恒儿下的毒。是又如何？看来皇后受了很重的内伤，早前听说日儿伤了皇后，现在看来竟然是真的。可是日儿为何会如此沉不住气？如果不是日儿去自首，他不至于会输得如此一败涂地。筹谋了这么多年，没想到竟然败在自己的孩子身上。这一刻静妃倒也不气，只是遗憾，哼，就算是死了也是含恨而死。他的日儿为何就是不明白母妃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他？你这个贱人！荣皇后又想拿个什么东西去砸他，可他现在竟然连杯子都拿不起来，不应该说根本就是连手臂都抬不起来。刚才从玉辇上下来快步走进这里，已经去掉了他的半条命。其实这个时候皇后就应该在床上休养，根本就是伤得连五脏六腑都快要裂开了。可不得不说，南门荣这个女人是真的倔强。听说静妃去找太子认罪的时候，她气得一刻都待不下去，现在最后一口护体真气耗尽，坐在椅子上竟然摇摇欲坠的，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。你母后战玉恒不过是换了声就又开始咳嗽了起来，现在这两个母子竟然都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。静妃忽然朗声笑了起来，原来消息是真的，南门荣，你竟然真的被凤九儿毁了容。真是老天有眼，终于有人来收拾你这个毒妇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皇后在咳血，原本想让人来教训静妃，但现在竟然连命令的话都说不出口。战玉恒心头一慌，这才注意到皇后一张脸似乎真的有伤痕。母后，母后，你的脸是凤九儿伤的，他还想杀了本宫。皇后看了战玉恒一眼，竟有几分怨念，想说的话根本就没有机会说出口，伤得真的很重。该死的静妃，自己恶毒，教出来的女儿也这般毒，竟将她伤成这般。秦嬷嬷是了解皇后的，知道皇后气不过，立即给太子解释，殿下，凤九儿在刑场上劫持皇后娘娘，
不仅差点杀了娘娘，还毁了娘娘的脸。战玉恒没说话，凤九儿昨日被收入天牢，父皇下令问斩，皇后却又提前带他去行刑，这些事情他都从青云口中知道了，只是青云也不知道皇后被九儿伤了脸，只知道皇后受了伤。他刚醒来没多久，如今连下床都不易，知道九儿被人救走，总算是安了心。这件事情上，他其实也在生母后的气，所以现在皇后用这种怨念的目光看他，他只觉得烦，并没有半点内疚之意。最重要的是，九儿不过是被逼无奈伤了他，可他却一直想要九儿的命。如果不是他一心想要逼死九儿，九儿怎么会出手反抗？要是今日没有人来救九儿，他的九儿如今是不是已经被害死了？这么一想，对皇后那点关心顿时也被失望给掩去了。母后，九儿并没有给皇儿下毒，为何不等皇儿醒来之后再审呢？为何一定要在皇儿醒来之前要处死九儿呢？他是真的生气，虽然母后此时受了伤，身为儿子的确实不该在他面前出言顶撞，可他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让人心寒。皇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皇后一脸的不敢相信，凤九儿这样对他，把他伤成这样，可他亲生的儿子竟然还在怨他。你皇后太激动，竟一口气缓不过来，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口鲜血。秦嬷嬷急了，太子殿下，娘娘被七公主所伤，如今五脏六腑都受了损，娘娘是听说静妃来了殿下的玉阳殿，生怕她对殿下不轨，才会拖着伤重的身子前来，想要保护殿下。秦嬷嬷说着，眼眶都潮润了。殿下，娘娘护你之心如此真切，殿下怎么能看不到啊？战玉恒不是看不到，但只要一想到九儿差点被他砍了，心里立即就难受。万幸的是九儿被救，若是七皇妹晚到一步，或是救他的人不能成功呢？现在他的九儿很有可能已经身首异处了。一想心头就被揪痛了，只是看到皇后如今这般模样，始终也是心有不忍。御医怎么还没有来？他急道。青云立即拱手道，殿下，属下这就出去看看。青云大步走了出去，却不想就在青云走出去那一刻，静妃竟忽然从地上一跃而起，拔下自己的发钗，疯了似的往荣皇后身上扑去。这是他唯一的机会，也是他料想不到的机会。房间里所有会武功的人都走了，太子和皇后又受了重伤，只剩下一个嬷嬷和一个宫女，此时不动手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上头的凤九儿看得清楚，虽然也巴不得皇后就这样被他刺死，可是皇后暂时还不能死，静妃也不能杀死她，否则静妃和七公主都完了。正要出手之际，不想一个人从皇后身边疾步迈出，一掌落在静妃的身上，静妃吐口鲜血，砰的一声跌落在地上。九儿掌心捏紧，刚才差点就下去了，可现在这般怎么办？本集播讲完毕，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。